藕粉的正确冲泡方法。来两勺藕粉，少许清水打湿搅匀，记住少许清水，这个水啊千万不能放多。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滚烫的开水来冲泡搅拌。饮水机的水的温度呢是不行的，一定要刚烧开的热水就很好了，非常的简单。So easy。 这个呢是德云祥的桂花坚果藕粉啊，德云祥这个牌子呢也是我们这边卖的好几年的一个大家反应都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品牌啊。价格呢是78块钱这样的三罐，一罐呢是1斤啊，划不划算？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旗舰店淘宝啊去看一下都是卖什么价格的，我们这个就是地头价批发价啊。里面超多的这个葡萄干、冰糖粉、蔓越莓干、巴旦木、红提干、黑芝麻、腰果还有桂花，这些东西啊没有乱七八糟多余的添加剂。后面的配料表大家都可以看看啊，非常的好。这个没事早上吃点藕粉或者下午吃一点啊，这润肠通便哈、啊、我觉得女生可以没事吃点藕粉是非常好的啊，闻味道一股桂花的清香味。这样的罐装三罐78块钱包邮到家，而且呢中老年人都可以吃哈，有的年龄大了爷爷奶奶他们牙口不好，冲拌藕粉代替这个早饭都不错。而且里面的料非常的足，我们这个料哈、啊，它不会说用那种很便宜的，有的那种里面还有花生仁啊，有什么就是，这价格它是跟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有便宜，但是你看里面的配料就能够看出来，咱们这里面都是腰果、桂花、红提干、蔓越莓干这些东西。哎呀！非常的简单，学废了没有？